和从那个网络上抓取资料，那这部分的话呢，第一个当然你网络的资料必须要是一个表格，因为如果不是表格的话，要更新，要把它下载到你的这个工作表里面，大概就是会有问题，因为你放在一个储存格里面也不对嘛哈，不然的话就是你下载之后你要做很多事情处理啦，所以基本上呢哈，我们需要的就是一个网络上面。它是一个表格，那如果说一个表格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直接从那个网页里面直接抓到 Excel 里面。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只要网络上面它只要是一个表格的资料，你就可以快速去抓取它，而不需要像以往你需要什么 Ctrl C、Ctrl V 有没有选取、复制、贴过来？好啊，当然如果你有很多个网页的话，你就要做很多个复制贴上的动作。那你要怎么样可以快速的哈帮我们完成这件事情呢？我们讲一下最重要的部分。第一个哈，我们可以用，假如说你今天哈不想要太复杂的方法的话，你可以用一个功能。这个功能的话呢哈，你可以从这个资料里面哈，资料里面我们开一个新的工作表好了。资料里面呢，你可以看到哈，这边有个功能叫做从 Web，好，也就是说你如果要外部资料的话，其实可以从 Web。OK，那也就主要是从这个地方开始。那也就是说，如果今天呢，我有一个网页，好，那网页里面的话呢，它也许有一个表格，我希望把它下载下来的话，那其实你可以哈，按一下从 Web，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哦，它会跳出一个，类似一个视窗哈，但是它长得又有点像 IE 浏览器，实际上哈，它基本上就是一个 IE 浏览器的物件所显示出来的画面。那我只要怎么样呢？告诉他说，我需要哈这里面的某一个画面里面的资料。那也许你不知道哪一个，不过你可以哈把它当浏览器一样。假如说你今天要下载什么呢？下载比如说我预设的网页啦，因为我们这边的那个电脑一打开 IE 浏览器，其实基本上开起来预设的就是这个话啊。你可以从课程总览里面去看到哈，那你会发现呢，只要它是一个表格的话。它会自动跳出有没有类似黄色的箭头啊？不过这边可能要一个地方你要注意一下，就是那个 IE 浏览器的版本哦，因为它这个跳出来的画面哦，会跟着你 IE 浏览器的版本新旧而有所不一样。所以之前有遇过，就是说有旧的 IE 的版本，或者是说你 IE 浏览器本身有做一些什么设定、封锁一些设定，我想还也是会跟这个有关联性的，因为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IE 浏览器的物件，把它迁入到Excel 里面，好，那比如说我今天想要从网络上呢，把这个网页里面的像开班状况好了哈，假设你今天常常需要盯着这个画面来看，然后呢，那你需要怎么样把它下载下来到 Excel 里面做处理的话，那你可以怎么样特别注意哈，一找到也是课程总览里面的开课状况好了哈，我想你们等一下找一下，因为你预设不一定是这个啦，不过你可以稍微记一下，因为我们的那个官网是 EXT。然后 scu.edu.tw 啊，里面的话会有这个。如果说我要把这个网页的资料下载到 Excel 里面的话，也很简单，按一个汇入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呢，他会问你说，你要汇入到哪里？那你要告诉他一个基准点，这个基准点是这个网页的左上角那个储存格。它因为是一个表格嘛，那表格跟我们 Excel 是完全 match 的嘛，所以你按一个确定。当然你也可以怎么样呢？直接新一个工作表可不可以？也可以啦，它会自动放过去。那不过我这边的话呢，直接挑选 A1，然后另外一个内容哈，内容里面的话呢，还有一些相关的设定，包含就是说呢哈，你放进来的东西，要不要什么储存查询的定义，要不要储存，然后或者是说呢，要不要做更新啊，或者是每隔几秒钟自动帮你更新。或者是档案开启时自动更新，你会发现呢，这个感觉上有点会自动帮你做一些事情。但如果你打勾的话，它会帮你做这些事情。另外的话，会不会自动帮你调整栏宽？然后呢，自动套用格式。这个所谓自动套用格式，指的就是说哈，如果就是网页上面的格式是长怎么样，它就会变成什么样，一模一样。所以如果你不希望套用格式的话，你要自己全部套用新的，你可以把这个打勾取消。OK。然后，如果资料笔数更新时有改变的话，做什么动作？OK，如果说你什么都不动好了，假设我这个地方按确定，然后呢，直接放到 A1 按确定，这个时候各位可以发现哦，它就会自动怎么样，帮我把这个网络上面的我刚刚选取的资料呢，
自动帮我下载下来。不过你会发现呢，下载下来的资料呢，有一些栏好像是多出来的。所以呢，如果说我今天好了，比如说我今天以刚刚那个网页来做设定，那我还需要什么？把这三栏给删掉。好，比如说我这 B、C、D 这三栏删掉，按右键删除。然后呢，栏宽自动调整的话，你把这个 A 到 H 选取之后的话，常用里面有一个叫做格式哈，自动调整栏宽，再把它调一下。好，啊，甚至如果说你的那个，上面的标题栏需要换个颜色，换个底色跟换个字的颜色，但你可以把它加上去了，类似像这样子，那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先做一个格式化了啊。当然，如果你经常性要做这一件事情哦，我是建议啦，你最好可以把它做成一个按钮。这个按钮就是说哈，最好是怎么样，直接放在这旁边好了。假设哈，我今天希望，或者你直接执行它。那所以呢，你刚刚做的动作，假如要把它变成一个连续动作哦，如何从网络下载？你可以学习一个，就是说我们之前讲过，可以把它用录制的方式，在我们的开发人员里面的哈，像这个地方前面也讲过，就是说在录制剧集，把刚刚的动作怎么样，把它再做一遍，变成一个剧集，一个 sub 一个副程式哈，然后呢再去执行它，那执行完之后就会得到我们要的结果了。所以这部分的话，我想各位先玩玩看这个哈，如何从那个网络上去抓一个资料，记得是从那个资料里面的从 web 啊。不过你会发现哦，如果你这个工作表执行过那个从 web 之后啊哈，你会发现它就不能够再从 web 啊，你变成你还要先再新一个，这个时候才会一个从 web 啊。那你比如说把刚刚的动作哈，把它录制下来，我想各位应该都有用过吧，录制剧集，那你可以怎么样呢？从这边先把它按个剧集，然后改一个名称好了。我用预设的好，等一下再一起改。录的话，它会自动产生一个VBA， 也就是录制剧集的好处哈，就是呢，它会自己帮你写程式。那你写完之后，帮你写完之后，你可以再去做修改。啊，这也是 VBA 的一个特点，因为其他的程式员都没有这么厉害，还可以帮你写程式的。啊 ，VBA 可以。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按确定之后哈。那接下来的话可以做什么，就是资料里面的从 web， 然后一样我刚刚讲过，你可以课程总览，然后看到某个地方打勾，按个汇入，再按个确定，然后再把 B 到 D 的三栏选取，按右键删除，然后也许是再把这个范围选起来，然后做什么呢，把它栏宽，这边栏宽有个自动调整，但因为它栏宽好像已经调好，所以我们就调好像没有太大的变化，最后再把 A到 H 的这几个那个标题，把它变成黄色的底色加红色的字，最后的话呢，游标再点选 A1 把它取消掉，那就完成我们刚刚的动作，你把它停止录制一下 OK。 完成之后的话，你可以在 demo， 比如说你再开一个新的工作表，这个时候呢，当然，你可以直接去执行刚刚的剧集，这个剧集一，我刚刚 没有变动，你就直接执行它，你会发现，刚刚的动作呢，它会自动全部就帮你做过一遍了。那最重要的地方就是说，当然它已经可以 work 了，而且你会发现，以后的话你只要怎么样，在剧集的地方或者产生一个按钮了，剧集一把它执行，刚刚的动作就帮你全部做过一遍了，不过呢，但是你可能会想说，那到底里面做了什么，我如果有不止一个表格，我有很多个表格，我希望，连续的帮我去，下载的话，当然你可以一直下载到这个表格的下方了，有没有？一直接着做，或者是说你可以怎么样，让它自动开一个新的工作表，自动帮你怎么样，去做下载的动作。这样的话呢，不就可以做一个批次了？当然，不过在做批次之前呢，请各位，先练习单一个 ，OK 哈，然后最后做完之后，你可以再到剧集里面。这边有个编辑了，或者你可以从 VBA 里面一样，它会自己帮你产生一个模组，模组里面的话应该理论上，如果你前面有 module 一二，因为我录了好几个，那所以会在最后一个，你把它打开来之后的话呢，这个就会是剧集一的，就你刚刚录的，那里面的话呢，会有哪一些东西，我想各位你可以再加上注解，比如说你可以看到这个里面剧集一，那你可以把它改一下，比如说那个名称的话，也许你可以把它改成叫
也许这样哦，换一个名称好了。那你会发现呢，你刚刚做的第一个动作，注解啊，一的话呢，实际上哦，下载网络资料就是 WIS 到 WIS 这个地方，就是有没有从从 Web 就是这一段。那你会发现哦，其实它最大的差别是在这里，就是说呢，如果你将来这个网址有没有，如果要变动的话，其实就变动这个网址啊，好啊，其实它应该不用动啊。就是 destination 这个有没有？它就放在 A1 嘛。但如果你将来要换个别的位置也可以啊。底下会有一堆参数啦，不过这个参数啊，你可以暂时不用去改动它。但是最重要的哈，主要是这个叫 web table 的东西啦。这个 web table 指的就是说网络上面的哪一个 table 啦。哦啊，因为它里面有预设一个名称叫 grid view 一啦，所以它会自动帮我把 grid view 一抓下来。那第二个动作我做了什么呢？就是栏宽。去做一个什么呢？自动调整，自动调整的话呢，其实 auto fit， 不过它写了一堆哈，这个感觉好像不太精。然后再来怎么样呢？再来去做那个我的 A1 到 H1， 就是标题的地方去给它一个改颜色，改一个字的底色跟颜色。那最后的话呢，再去做什么呢？选取那个 A1， 等于是说呢，我取消选取，所以1、2、3、4，然后你再加上注解，我想这个大概就差不多了。那以后的话，如果你要去下载别的网站的东西的话，其实可以拿这个来做修改，它改完之后马上可以套用，你也可以套用它用在去下载别的网站上面。只要修改哪里呢？只要修改这里就可以了，就这个网址。那如果说将来这个网址可以变更的话，那是不是我们可以给它一个清单，这个清单就是那个很多网站的网址，那它就会自动帮我去完成很多事情。这个部分我想各位先试试看，好不好？就是说呢，从那个录制剧集里面，这我想应该各位都有用过类似的功能，就是类似的需要，就是从那个资料里面从 Web。OK 啦，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试一下哈。所以总共的话哈，会有那个四个动作就好了。基本上最重要是那个从网路下载，从资料从 Web 那个部分。好，你找一下，我刚刚练习的话是从那个官网，就是我们那个就是推广部的官方网站哦，就是 www.ext.scu.edu.tw， 那里面我是下的那个课程浏览你会发现它就是可以很快的帮我把就是第一个从网络下载资料不过还是会有一些参数必须要去做修改。第二个的话呢，下载完之后再做格式上的修正，包含就是说把 BCD 三个栏位的资料删掉，然后再来是说做栏宽的调整，然后再来就是第一栏到最后一栏的那个就是标题把它改个颜色，大概是这样子。